咋不给我飞嘛？爷们儿，喂，你这不是飞的，飞的，你能开个飞的？好还有，哎呦，我看着哈，你确实是个。是这个大车架子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怀柔子啊，我没吃过药，是吧？身体好。晚上喝牛汤，就爱喝牛汤，还得喝那个肥料。哎，要肥的，我得喝两碗，瘦的我喝不惯。不解馋。我能做一包。那是肥的解馋是吧？哎呀，那你不啥，确实哦。再说不说的，这十块钱这一大碗学三分汤了。这个还有免费等等的这个，这个小海带、小咸菜，爷们咱家也是这个小咸菜味道怎么样？有吗？小咸菜我就是口感不好。一般的店里小咸菜它不给炒，咱这是用花生油精，用的花生油炒的，很香。这个你嚼嚼看，里边还有肉。哎呀，点还有火吗？是。哦，哎呦，去了三碗汤了，你看，你都看这动作，十块钱觉得这个价格行吧？十块钱行。行哈，咱猪肉的厂，你别看咱这店哈，食道也不是板子，也卫生也行，空调呼呼的，费用很高，房租也不低，但是呢哈，咱走的就是群众路线，对，以实惠为主。咱还得照顾这个农民工，农民老大哥，是吧？咱走的就是群众路线，开馆啊！啊！食堂济南的，咱这个地方解放路南这块，我这个人哈也是一个什么哈？主要是咱这个小店开的是一种情怀，哎，你反正就是。哎，造型的，你要在这儿，有办法，对，我夸你，啊，这个我的院子，咱们旅店也是个大木板店，不用走的，啊，这一天就是过十四十五日，五十五日，哦，那菜的量大，量大，他出了口，也有出息，不，咱不能说人家不行，我都觉得哈，我都做餐饮这么多年，我觉得。每一个同行做的都很好，哎，做的都很好，都用心在做。我的原则属于什么？属于到我店里来，三块两块能吃饱，五块六块能吃好。但是你说有的一些老板，有的一些个吃货，给我店里一顿花两千，你放心，也有两千的菜。我这边做牛肺筋啊，全牛系的，牛身上的菜都有。牛舌展颜，牛肺筋，香辣肺筋，我敢说咱俩是我的。当然咱不能说第一，只有更好没有最好。工资越低，咱不往身上挣，是吧？都走。我这里这个光牛心啊，我这里这个菜光牛心啊的哈，我就做二百来个菜。哎，还有什么哈？还有就是自酱肉丝，哎呀，这个牛肉丝是这个沿用了咱们独创的一种工艺，一种做法，包括配方配料，包括这个各种前前后后做到有用，反正是咱们上的牛心啊，二百来个菜。你看啊。我说给我这里，你要说七八个人花两千，我都能给做出来。但是三块两块的，单的就要吃饱，没有阶级之分，都是人民群众的咱眼里。哎呀，是这么个情况。待会儿再给你要点这个药。这爷们确实厉害，去了三回趟了，比他都要用。行你，要不你我觉得你中午干什么了？饿了，等时候再吃。干了什么？架子不行，打架子。打架子，你看，这就是打架子，坚持不了。我说这四点多了，我这边都翻台翻号茶了，桌子都拾到完了，你这才来四点多了，这是不是饿了？行，那到时候你慢慢吃啊，我给你拉拉呱，我看着你这些也给拉呱，慢慢吃啊。待会需要加汤，你得告诉我哈。好嘞，好。